每年连平郡王政成功圣诞，沙东宫都会邀请县长担任主祭官，进行四天典礼献祭活动。今年响应防疫，活动简单隆重，但与会人员仍是诚心来为地方祈福消灾。咱疫情的关系哈，咱今年甲这个三县内哈，为着群聚的关系哈，咱改缩小规模了哈。那么咱今年哈，这个祭典哈，嘛为着时间的关系哈，咱用祝寿礼哈。啊，上香了后，咱祈求啊，咱各圣王保庇佑哈，咱的疫情哦，莫蔓延哦，莫拓开哦，咱会当我来控制咱的疫情啊，甚至讲这个做伫咱南投县无这个疫情的发生啊，之外咧，咱最主要甲咱延平郡王来做祝寿哈。延平郡王长期庇佑地方，先远游号当天除了虔诚祝寿外，也祈求延平郡王庇佑地方诸事平安。非常感谢郑成功，成功爷还在这个地方一直都在护佑我们的民众，所以说今年此次的397年的一个典礼，我们看到大家很用心，一早就开始准备，还有许多的一些祭祀工作。他也期待延平郡王盖小波比，还有我们竹山的乡亲，还有大好朋友都能够一切的健康平安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先院蔡孟娥也祈求延平郡王能够庇佑，疫情紧速消失，让各行各业恢复荣景。这个疫情哈，还未过去的东西，那么就是要祈求咱的各代圣王一定要庇佑，庇佑着大家拢会当平安度过。在这次的疫情影响到的经济面，那么希望讲会当借着咱各代圣王的神威哈，保庇好咱的产物，咱的农作物。让会当真顺利来个卖出去。延平郡王备受乡亲敬仰，先院卢瑞芳也相信，在他庇佑下，新冠肺炎疫情能够平安度过。郑成功嘞，伊伫来个台湾嘞，吼，已经嘛很久的历史了吼。所以伫咱的地方嘞，信众也嘛非常的多吼。希望讲透过今仔日嘞，伊的圣诞千秋吼，会当嘞保佑咱的这届疫情吼。会当较紧的过吼，牛年吼扭转乾坤，会让人渐渐好起来吼，让我们的产业、农产品各个吼，拢会当很兴旺吼。议长何胜峰肯定庙方响应防疫的用心，并恭祝延平郡王圣诞千秋，祈求成功也庇佑新冠肺炎疫情紧速消失，让民众能够安心生活就业。记者卢玉凯竹山采访报道。